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。我今天介绍的房子，全世界最好的一样样的房子，这个我现在没有开灯，这看来没有开灯，可是房子这么亮的，知道吗？哇，这个房子超级好呢，没有开灯，开灯吧，开灯也差不多的。呀，这个冰箱、微波炉。床在这里，两边窗口朝东朝南，那个窗口这么大，书桌、衣柜、空调，这个窗户朝东的窗户打开一下，二楼的这个，阳光很好吧？二楼还有一个阳台，小阳台，就是一个外大的环境，超级好的阳光，进去，呀，阳光真的很好，阳光这样进来的阳光。哦，很好吧？这洗衣机、电磁炉灶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鞋柜很大很大的鞋柜，密码锁在这里。卫生间里面进去看一下，卫生间这有一个，然后洗脸台、马桶。卫生间呢，通风很好，房子这样的，哦，真的好呢，通风好，窗户那么大，还有小阳台也有，绝对好的房子的，绝对好的房子，阳光我就想啊，就想啊，真的很舒服，我是金公公。